大家晚安，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是中非在南海这边的争端再起。这是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就表示，在南海牛二礁这边观测到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民兵船的数量非常的多，而且呢还在持续的增加。而之后菲国的海岸防卫队就说会在南海这边部署两艘船舰。好，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这个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到有多艘的中国大陆的民兵船就部署在牛二礁附近的海域。菲国表示，这些都是由民兵人员他们驾驶的中国船只的数量，从上个月原本是111艘的，但到这个月已经增加超过135艘，而且不排除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持续的来增加。而菲国现在也说，他们会致力保护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领土的完整跟主权。好，带您回过头来看，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内都多次发生了中非船舰在南海这边争议的岛屿主权争议的岛屿，包括了提到的牛二礁还有仁爱礁对峙的事件。11月10号的时候，当时呢，菲国海巡就说了，好，中国大陆在仁爱礁这边部署了38艘的船只，而这期间呢，阻挠菲律宾他们要到仁爱暗沙这边来运补，因为他们有一艘坐滩的这个军舰，大陆一直说的是坐滩的军舰马德雷山号，他们想要运补一些物资，而这期间还发射高压水柱。那菲国现在就指控大陆的行为是非常的危险的。好，不过当时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立刻反呛菲律宾了，说应该是菲国你们要自己赶快停止在海上的这些姿势挑衅吧，要赶快把这一艘坐滩的军舰给拖走。但是呢，也因为这个菲律宾持续向仁爱礁搁浅的军舰马德雷山号发动这个物资的运补，屡次遭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阻挠。当然现在菲国的民间团体也很不满了，他们在11月的时候就说，在这个月开始，而且呢是在明天开始，当地时间5号就会发起民众捐赠的耶诞物资，好，用这个运送耶诞礼物耶诞物资为名，要把这些物资运到仁爱暗礁这边的搁浅军舰菲国守军的手中。但是呢，经过了后来菲律宾国安会就说，哎，好像有些危险，尤其是他们是民间团体嘛，好，现在说民间团体同意说，这个南海运补行动将会尽可能会经过仁爱暗沙周遭，但是不会直接前往仁爱暗沙，但是有可能这样的举动也会让中国大陆相当的不满。好，中非之间在南海的这边有一些局域，那情势紧张之际，现在美军也来参一脚吗？因为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就指控了，就是美国滨海战斗舰吉佛兹号4号没有经过中国大陆政府的批准，是非法闯入南海的仁爱礁临近的海域。而解放军南部战区也说，他们立刻组织海上的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并且强调中国大陆对于南海诸岛及附近的海域有着无可争辩的主权。美蓄意搅局南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说明美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军的吉佛兹号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其实曾经参与过非美联合海空巡逻，非美当时并且也在南海这边来进行通行与战术的演习。好，其实这件事情之后呢，大陆网友现在也大酸说，在11月的时候，美中领袖习拜会结束之后呢，好像这些情势也都没有什么改变，像是舰照来，商照进，但是人还是持续制裁，台独照样支持，全面打压，100年是不会改变的。好，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大陆跟白俄罗斯的互动渐趋频繁，因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在今年第二度访问中国大陆，在今天的时候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来会面。习近平他并且表示，中方愿意向白俄罗斯来加强战略的合作，推动务实合作，要深化中国大陆和白俄之间的关系，而同时间双方也就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交换意见。这是根据俄媒的报道说，白俄和大陆的领导人议程谈话的议程包括了经贸、投资和国际合作等等的问题，而卢卡申科的访问计划也包括一系列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活动。好，同时间来关注，这是12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这6个国家开放入境15天免签证的措施。第一天有超过2000人次是透过免签的方案入境中国大陆，其中又以马来西亚的人数最多。第一次来感觉跟特别不一样，因为这一次是免签证的，所以不用浪费时间去等这个签证的这个过程。我们大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很好啊。所以会有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来旅行。
12月1号当天，首批享受单方面免签待遇的外国人从多地的机场口岸顺利入境，而这数字较前一天增长了12.54%。在27个欧盟国家当中，北京这一次只挑了5个国家试行单方面的免签。其实，在外商的眼中，北京放宽签证限制是一个积极讯号，也显示中国大陆方面是有意透过新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是说这个免签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目标呢？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